肚子好痛，奇怪，掉到什么地方去了？哎，完全是不一样的剧情哎。那个怎么了？你说，第一次跟我打招呼呢，肚子好痛啊。呵呵，其实是隐形眼镜掉了，原来你有戴隐形眼镜。哎，其实仔细一看，你一看看他的眼睛，他的左眼比较红。应该就掉在这附近了。你说，那个我也来帮你一起找好了。谢谢。米骚在班里老实不惹人注意，却是个很温柔的人。那么好的人，为什么遇到那种事呢？肚子好痛！谁在叫我？这声音很熟悉。这什么地方？我不是应该在教室里吗？上课时打了一个哈欠，发生什么事了？肚子好痛！原来是鬼马先生啊！鬼马先生，这个声音是鬼马先生吗？鬼马先生，鬼马先生肚子痛，异界幽灵之城。哎呦，好多鬼啊！嘿，这是鬼马先生。好久不见，肚子好痛。鬼马先生把我叫到这里来，有什么事吗？其实，我想超度这些为了解除诅咒而成为祭品之人的灵魂。可以超度解他们，这样可以吗？但是为什么？米骚这位少女稍微做的太过火了，确实他们对米骚做了无法原谅的事情，但是少女的死不应该是他们的罪，他们也吃了很多苦头了，再这样子让他们煎熬下去，我觉得有点太残酷了，所以我决定解放他们的灵魂，如果解放了，大家会复活吗？这是不可能的，但如果他们有求生意志很强烈的话，说不定还有机会复活，能否拯救他们？肚子好痛，全都靠你自己决定了。我要去上厕所。为什么是我？叶真君就不行吗？叶真君跟大家的关系很好啊。必须是你才能超度大家。理所当然的拯救世界的任务又是再次落在我身上了。顺流移动，或者是只有你才能拯救大家。鬼马先生，期待你的选择。等一下，期待我的选择。那颗头，工藤之木。米骚，呼呼呼呼呼，哦，小米骚，小工藤，米莎，怎么了？我被小五欺负了。又被欺负了吗？呜呼呼呼呼！没事的，我会教训小五的，所以别哭了。好了，我送你回家，到家之前我会保护你的，小工藤，小米莎哦，就不，这么热，那时候你是那么体贴，但是你却变了。哦，对啊，他说上国中之后就没有，就是为了不要受到排挤，所以才没有再继续等米莎哦。那没有继续那个。我们先走，一起回去嘛。工藤君，你最近变得很奇怪，为什么老是避开我？你也适可而止点，不要再缠着我了。对不起，给你添麻烦了。但是，就算我一个人也会很努力的，保证不再给你添麻烦了。所以，烦死了！以后不要再跟我讲话了。哎，工藤，你活该被车撞死！哎，真的是。为什么？米烧酱，给个面子。不要！切，难道你不想听我的话吗？好好痛！如果抵抗的话会怎样？你应该知道了吧？
我一点都不想要超度吉野，干脆让吉野去死好工藤，你没救我！哭哭，那时候你抛弃了我，我明明那么信任你，我不会原谅你。真是，意之异界案，储存。好多哦。不要住手！去死！快点去死！还呀可惜呢，你这个懦夫！去死去死去死！原谅我，米莎哦。去死吧，堕入地狱吧！不要不要这样！去死！最讨厌你了，明明只是个处男。重点是最后那一句吗？工藤君，振作一点！已经不需要工藤了，死吧！米莎奥酱，放过他吧！对不起，对不起！工藤君，振作起来吧，和我一起回去吧！原谅我！一直哀叹也没有用啊！如果我能早点救米莎奥酱的话，都是我的错，我的错！才不是，才不是工藤君的错，就是我的错！米莎奥恨着我，这就是证据，全都是我不对！工藤君。不对，这些人都不是米莎哦，这些米莎哦都是工藤君内心的黑暗孕育出的幻影啊！什么啊？什么证据都没有的，你在说什么胡话？因为米莎哦是很善良的人，才不会做这种事情。工藤君应该最明白了吧？米莎哦酱，米莎哦酱，工藤君，这是消失了，真正的米骚。米烧江，工藤君，我觉得有些难为情，没办法直接叫你名字，毕竟很长时间没有叫过。工藤君，对不起，没的事，该道歉的是我才对，因为我的错你才。不用说了，我并没有憎恨你。为什么？我明明弃你于不顾。那时候真的是很寂寞，十分痛苦，十分难受，仿佛快要死了一般。但是我能理解工藤君你的心情，只是没能鼓起勇气。但是一直为我着想的，只要这样子我就很开心了。米骚，谢谢你一直为我着想，我也最喜欢工藤你了。米骚酱，米骚酱，最后出现在工藤君面前的米骚是真正的米骚吗？那个米骚也可能是工藤君心里制造出来的幻影。所以到底是不是？哎呦！哎，工藤变成一个小朋友了。画那个头是干嘛的？哦，存档。吉野之墓，我一点都不想救吉野。啊？不好的气息。开门，米骚，不老实待着不行哦，老老实实的给我待到最后就放你出来。不要，救救我呀！好怕，好脏，好痛，好恶心，好痛，好痛，好痛。一定不能原谅。一定不会原谅你。啊！原谅我，原谅我，超正，原谅我啊！我听到了，我听到了，好像是，好打得像咏春拳一样快的攻速。我听到了像咏春拳一样快的攻速。哦，我想让他们就在那边打一下，就让他们在这边打一下吧。加油，加油！
用力打，打他，用力打。继续继续 ，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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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 吉野对超强做的事情是不能被原谅，这是天罚。不过吉野已经十分痛苦了，放过吉野好了。米沙奥酱应该可以助手了，虽然我也理解米沙奥酱，不过吉野应该也充分反省过了。好不，就只好让他继续打了。不行，也阻止可以，也可以阻止他米沙奥酱的道具就好了。如果在什么地方能找到就好了。我要怎么阻止他？我记得这边好像有，哎，没有，零钱。为什么厕所里可以拿到这些东西？我用钱诱惑你，是钱哦。呵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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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结果我把三个米沙奥打死了耶！吉野就没事了，不要！呜呼呜呼！如果尝到苦头的话，以后就别再干欺负人的事。不会，以后不会再干这种事，所以请原谅我。米沙奥一定也原谅你。好了，一起回去好了。为什么？哦。为什么要碍事？曾经救过我了，只有你，我以为你是站在我这边的。我一直站在米沙奥这边的，可是我就是为此才救米沙奥的。什么？米沙奥依然无法成佛，如果再做这种事情的话，是没办法成佛的。闭嘴！米沙奥做这种事情，米沙奥的心情就会好起来吗？闭嘴！不可能开心的，如果真开心，早就应该成佛了。闭嘴！闭嘴！闭嘴！米沙奥讲，停手吧。现在米沙奥就是所谓的怨灵。这样子的米沙奥，我实在不想看到。闭嘴！米沙奥酱，这么热哦，你们都变成小朋友了。早阴雨之木，见人就是矫情。好了，米沙奥的短信被贴在公告板里，肯定是吉野捣的乱。那个女人真是太恶劣了。但是米沙奥确实有那么点恶心，收到这种恶心的诗，叶真也真是可怜。你这话不觉得米沙奥很可怜吗？我倒是觉得这诗很可爱。长女你真是善良。糟了，刚才的话都被听到了。糟了，手绢忘带了。难道忘记带手绢了？嗯。那么我就借你吧，老姨，什么时候还我都行。其实早于你也是个好人嘛。骗子，什么嘛，装什么好人呢、啊？明明就是你把短信贴在公告板上，好过分的女人，叶真肯定是被这女人给骗了。好臭！哎，为什么第四间没有？嘿呵，来，叶真，张开嘴。好粗，果然还是找鱼你做的便装好粗，将来既能当个好妻子，当然是我的妻子咯。啊，叶真真是的。早于你，我不会把叶真让给你。叶真君是我的。叶真，阿米沙奥讲什么？我的叶真，叶真，我们走。叶真，米沙奥讲，我果然还是更喜欢米沙奥讲。哇哦，
叶真，你这家伙。叶真，你来真的？你不是跟苍欢欢、米莎玩玩而已吗？对不起，早鱼女，其实我是喜欢米莎讲的。叶真君，我好高兴。不可能这样的，米莎。叶真，你还不明白吗？叶真喜欢是我，跟你在一起才只是玩玩罢了。米莎，我喜欢你。我也爱你，叶真君，我爱你。抱抱。不要啊！不要停下来，不要和叶真在一起。早乙女，我在哪里？安安，深情对吻中，深情对吻中，快，我也要吻一下，深情对吻。好，没有用，算了，我们来深情对吻吧，早乙女。早乙女，振作点，不要，快清醒一点，叶真。该清醒的人是你。叶真到底有什么好？空有外表的男人，不，又帅又体贴，总是保护我。你好好想想看，你在男生里被恶灵袭，在男生厕所里被恶灵袭击的时候，叶真是不是一个人逃了没管你吗？叶真才没有不管我，叶真他是个俗了了了呀！不要过来，不要找叶真救救我啊啊呀！他就跑掉了，他在回想那一段。哎，叶真他没有管我，肚子好痛，那个球棒能借我吗？你要拿球棒干嘛？你肚子痛拿球棒要干嘛？他去敲叶真，叶真什么的我才不需要，叶真什么的最讨厌了、啊，打死他，叶真，从面前消失。话说这边有一条路，请小心，这后面封印着杀掉超奖那个燃人的灵魂。这是彩家的发夹，那是我和彩家。哦，但是那个时候。这是肚子好痛的信，不会错的。肚子好痛，这个混蛋，表面上讲无所谓，给老师写了情书嘛。让我看看，这是写什么？什么？上面写什么？我要好好看看。这是不幸的信，如果把一周不把一周中相同的信转给五个人的话，你就会被诅咒啊！是发诅咒废文呢？会有什么东西吗？哎呦！呀！这是什么什么？这是手？为什么苍天老师工作台里面会有手？为什么？啊！不要动那个！太好了，还没有腐烂，已经过了三个月还没有腐烂，你的身体果真是不可思议，真是越来越爱你啊！然后，这家伙真的被你发现了我的秘密。呀！不要！你逃不掉的。所以说那一段其实是苍田老师把彩家杀掉的，真是太恶心了，捉住了，不会再让你逃掉了。刚才也是对任何人都要保密，这是我们两个人的秘密。不要！那么真是遗憾，我只好让你死了。彩家还有苍田老师，就。救救我，彩家！镇定点，已经没有怪物了。老师，彩家怎么变成这样子了？因为怪物太恐怖了，引起的恐慌。不是，不要被骗了，那家伙打算杀了我。彩家被袭了，所以不是跟你说过逃到安全地方吗？对呀，真是的。等，现在稍微安静点。可是。没关系，有我。我知道，老师，彩家就拜托你了。我还有些事要去那边调寻一下。等，不要走。等。养在资源室下，然后应该有精神安定剂，能去拿一下，喝下去应该能稍微冷静点。我知道了，小心点啊，千万不能死了。你也是我重要的学生，不能被骗了。老师，谢谢你。等，肚子好痛，就等，救我！你肚子真的痛到需要我救你吗？这下没有碍事的人了。
二跌倒，腿软了动不了。你觉得你能逃出我的手掌心？救我！救救我！笨女人，只有我没受伤，应该会被怀疑的。所以要砍自己。坏坏，苍天老师把彩家给彩家，是我没注意到，真对不起。这么不合理，不合常理，为什么米骚的肉体没有腐烂？这也是因为诅咒的力量，即使被分尸了，也努力的想要活下去。看来生前有很多留念。苍田之墓，就让苍田去死就好了。哎呦，他头上那边有个头哎。这里是逸轩家。貂蝉刚开始是很满足，被大家爱戴着，后来发现大家喜欢的不是我，而是这个面具。什么面具？彩家没有注意到我哦。苍田老师，苍田老师最棒了，虽然有点神秘感，但觉得更吸引人了。真羡慕彩家，苍田老师是班主任啊，真是羡慕到爆哦！苍田老师真的是超美型，外貌协会表示赞同。那些老师跟老那些男生跟老师比，简直弱爆了。你干嘛？而且老师性格也超好呢，是啊是啊，温柔可靠。老师的魅力可不只是脸。叮！哎！可恶，不管这个那个的都是说连连连，愚蠢的女人，这张脸才不是我的脸。那不然这是谁的脸？跑掉了。阿南，毕业照片。嗯，苍田秀树。苍田，难道这个人是苍田老师？以前真的长得整个两眼无神的样子。哦，苍田，你怎么还有脸来学校？苍田老师，哎，只要你在教室里，连空气都会变得恶心起来的，赶快滚回家。好坏啊。雕了。那个有什么事吗？你的手帕掉了。骗人，不要！居然被苍田摸过了，好恶心。哎，把你的手从我手帕上移开。对不起，还给你。被你摸过了还能要吗？真是恶心死了。苍田，你这货居然把孩子弄哭了。你真是差劲，像这样的人还是别来学校了。哎，结果老师以前也是。没有一个人肯接受我。哦，门突然打开了，还砰一声，好可怕。好床不睡吗？哦，谁都不肯接受我，已经逃不了。干嘛？哎，谁都不肯接受我。难道这样他就会不进来吗？这怎么办？等一会儿再出去。哦，这不是轻轨四杀法吗？你逃不掉的。
哎，这是什么？喵喵。为什么？大家都要拒绝我。不行了，我不要这样。喵猫。为什么都怪我？喵呜。看上去奄奄一息，要马上送医院才行。加油，我绝对会支持你的。很遗憾，但是我们已经尽力了。怎么会？哀伤。小猫的坟墓。抱歉，如果能早点发现，应该就能救你了。老师，哎，我感觉没有人肯接近我，我是这样想的，但那个人不一样。哪个人？你在这种潮湿的地方吃饭，真悲哀。这个地方不是很适合仓田吗？哈哈哈，就是这样。呵呵，你不会讲话吗？无聊的笨蛋，我们走。以前的学生怎么都这么坏？不要紧吗，高野。这个人和仓田老师同班的那个，可以坐旁边吗？不行就算了，对不起。怎么会？我不会不让你坐这的。可以吗？嗯。如何也好，也什么没有什么话题，高野一句话都没有说，为什么高野会和我打招呼呢？高野的手真漂亮。你总是一个人在这吃饭吗？啊，嗯啊，是的。那是吗？这里其实很不错，很安静，让人很安心。啊，是是啊。对不起，怎么突然？苍田君，你被欺负的时候，我什么都没有做，没那回事。我明天也能来吗？嗯，那以后就一起吃午饭怎么样？不行，和我在一起会被欺负的。没有关系，我已经决定不再逃避的。以前一直害怕自己，所以装作没有看见，一直都在逃避。但是我以后不会再这样了。从今以后，我要保护苍田君。给你添麻烦了。那个不是麻烦的问题，但是，不行，如果你因为我而被欺负的话，我会困扰的。而且被女生保护什么，这样反而多了一个让人欺负的理由。对不起，确实如此。但是你有这样的心，我就很感动了。对不起，讲了些奇怪的话，没有的事。但是我想保护苍田君的心情是不会变的。如果有什么困难的话，随时都可以跟我讲。不管怎么样，我都会支持苍田君的。谢谢你，高野。哦，还有，我想知道一些苍田君的事。第一次有人接纳了我，我真的感觉好开心啊。他干嘛要把存档点弄成这样子，超恶心的。从那之后，我们每天都见面，没有说话，只等待着时间的流逝，不需要语言，只要在一起，心就安静了下来，真是幸福的时光。闪光弹不用钱。那边的云好像羊的样子，真的，真可爱。高野笑起来也很可爱。喜欢那女孩子的手，喜欢那女孩子的声音、笑脸。我已经爱上高野了，第一次恋爱，好喜欢。高野，嗯？苍田君，怎么突然手快放开？高野同学，我喜欢你，这什么？总之我很喜欢你，高野，我喜欢你。不要！高野，好恶心。为什么？对不起。为什么？我一直觉得只有你能接纳我，为什么会这样？那个，真的对不起，我并没有抱着这个目的接近苍田君的，我只是觉得苍田君很可怜。对不起，以后不要见面好吗？
当场被打枪，苍田都哭了。不要不要，为什么没有人能接受我？啊！为什么没有人能接受我？苍田君不要！为什么？谁来得救我？苍田在做什么？呀！所以苍田其实也是有病的，没有人能接受我，没有人。你也觉得我很恶心吗？哎，你从这边出去，为什么就没有从另一边出来了？哎，到这边就走得好慢了。哎、欸，你这神经病，你在干嘛？为什么没有人能接受我？我到底什么地方不好了？老师，只要换张脸就能改变，确实改变了，而且是180度的大转变，大家都变得对我热情起来。最初以为我大家接受了我，我是很高兴，但是我发觉大家喜欢的不是我，而是这张脸。没有人关注我的心，而是脸，这张制作出来的脸，这个脸不是我。你们喜欢的都不是我，都是这张脸，从来没有人真心喜欢我。没有那回事，老师。大家都认为苍田老师是很体贴的老师，大家吗？而且我知道的，苍田老师是很有爱心的人，只是有点笨拙罢了。大家都很喜欢这样的苍田老师，包括我。好一下。老师，请不要再悲伤了。我还有大家都喜欢体贴的苍田老师。变回来了。以后不要再分解了，好吗？加油，好吗？安详的睡脸。直到最后都有老师看护着你，很幸福呢，小猫。哦，鬼瓦先生，这个给你。这是镜子，我想你总会有用到的时候。这种东西会起什么作用吗？叶真的墓，叶真也死了。哎，所以说还有结局是杀叶真。你杀到附身在叶真的身上，原来是为了把叶真引入异界。没有回头路。你杀，不要过来！我会放过大家的，但是只有叶真我是不会给你的。为什么要对叶真这么执着？叶真他只是在玩弄你。我知道，所以我才恨他，叶真君。我恨他恨得不得了，但是很奇怪的，我还是喜欢着他。如果真的是为了叶真就应该解放他。肚子好痛。你也是喜欢叶真的吗？还好吧。我有个好提议，肚子好痛也一起留下来好了。如果是你的话，我应该让人和你成为好朋友，我们三个人一起得到幸福。那是不可能的。一夫二妻。哦，叶真。啊。哇，怪物。叶真。是我，我是米莎，我不是什么怪物。哇，不要过来！哇，叶真，不可能得到幸福的，米莎，你照照镜子，看看自己的样子好了。你认为镜子的自己是什么样子？骗人。这是我。真像鬼。不要，米莎讲
不要看我，不要看我，不要看我！不要看你就不要看你嘛。呜呼呼呼呼呼呼！为什么总是我遇到这么悲惨的事？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？告诉我哈！米莎讲，我还想要活得更久一点，像别人一样幸福。不想再一个人，好寂，好恐怖，好寂寞。呜呼呼呼呼呼呼！有我在啊！抱一下。我会陪着米，我会陪在米莎身边的三个人，虽然不行，但三个人在一起一定，两个人在一起一定能得到幸福的。肚子好痛，为什么还有这种人？因为我们是好朋友啊，朋友，那也是朋友啊，啊，变回来了，肚子好痛，哈哈哈哈，痛到都哭了耶，呵呵，拍一下，现在开始，我们让我们一直在一起，哎、欸。精美 CG， 肚子好痛，谢谢你。肚子好痛，谢谢我，不客气，米烧酱。哦，哎、欸，难道是梦吗？谢谢，哎呦，原来不是梦，米莎，我一生都不会忘记米莎哦。嗯？请输入秘密的密码。秘密的密码是什么？哎，秘密的密码是什么？哎，按错了。秘密的密码是什么？好吧，暂时还不知道。那我们这一次米莎的时光就到这边先结束了。那谢谢大家，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